车子慢慢开，时速只有15公里，都是因为看见路旁的这一根限速牌。这太扯了，15公里要怎么开？地点就在彰化永进永兴路上，油门随便一踩就可能超速。有摩托车骑士左摇右晃，慢慢骑就怕违规。一般道路限速大约5-60公里，但这里竟然限速15公里，根本挑战驾驶人技术。上班啦，上班啦，用脚嘛走路。有网友拍照 po 上网络，还笑称该不会连跑步都超速吧？实际解答，原来是因为前方有铁路平交道。不是刻意整人，而是因为靠近平交道时，车辆必须放慢速度，是全台统一规定。没想到限速15公里也意外成了讨论话题。记者陈胜伟、林世新、吴鹏新彰化报道。我是陈怡蓉，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，而棚内的第一线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。更多的新闻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。